了。我一捏早上爬起来接了一个银行的电话，打电话跟我说说他们时间到了，你们把老子喊得跳。我把黄叶树林翻过街翻过来看了三道，咋个看我到快90多岁啊，狗子居然找我十七到了。我看哪狗子十七来到了。那你准备干啥子？我让我的兄弟我喊你弄点鬼来，我不给你摆了，你上5点钟来下班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在干啥子？